这羽绒衣真适合你啊。哎，为什么无缘无故送我羽绒衣呢？今年你生日，我打算我们两家人一起去旅行呢，机票由我负责啊。好啊，妈咪啊，我们一家人好久没出去玩了。哎呀，还是不要了，冬天去旅行啊，我双脚走没几步就累了。生日而已嘛，在家里简简单单吃顿饭就算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我去做饭。哎，有时候啊，我觉得妈咪啊好像是姨妈的姐姐，做起事情来总提不起劲。看来啊，是时候帮你妈咪调理调理了。以上的情况是不是也发生在你的身上呢？其实生活压力、饮食不均匀、空气污染以及年龄逐渐增长等等因素，都容易导致体内细胞衰亡率比更新率高，使身体由内至外开始老化。细胞疗法其实就是一种能够帮助活化以及修复身体细胞的方法之一。其实我们每个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需要有适当的保养调理，才可以留住青春，保住健康。如今，通过先进的科技仪器，我们可以了解到身体细胞的健康状态，再针对个别状况来进行调理。保健专家采用来自瑞士的科技，在受到严谨管制的养殖羊身上抽取羊胎盘中的活跃细胞成分，然后进行隔离，在隔离过程中保存生长因子以及转移因子，继而提炼出羊胎盘素精华。这种精华能帮助促进细胞的活跃状态，让我们时时刻刻都保持活力充沛。哎，你看看这个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姐，又在看之前去旅行的照片啦。嗯。哎，妈咪说今年年尾想去北京旅行哦。真的？是啊，你姨妈说啊，冬天的紫禁城景色特别漂亮，我们还可以去冰场溜冰，还有啊，一定要试一下当地的炒栗子。好啊。妈咪，现在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的，做起事情来自然有趣多了。 ZV Platinum 有助活化细胞，让你拥有犹如25岁般的靓丽与自信。